男不缺性，女不差钱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得到容易。社会开放了，女性解放了，不是让你什么都开放，衣服多了，穿的少了，我要拥抱自然，敞开胸怀。你敞开的是这个胸怀，你有什么胸怀？女人是阴性的，她的体质，她的各个方面要表现的柔美，像个女人的样子。身体主阴性的，女人最尊贵的是这副身体，你要好好保护好了。我们现在不好意思再说这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事情。你先保护好他嘛。以前的贞洁烈女，为了贞操，将受到侵犯的时候，不顾一切，不畏生命，以及殉情这种事，我们都千古垂唱惦记。现在说不值得呀，你还能张得开口啊？那个嘴是不值钱的。还笑，男追女隔层山，男人轻易得到的，他怎么会珍惜呢？他真正了解你的内心需求各种情况了吗？没有，事后哭啊，宁可在宝马车里哭，不在自行车上笑啊。那你为什么要哭呢？这个才是重点啊。房子再大没有人，有人了没有心，你干什么嘛？那为什么女性不差钱呢？我也能工作，不比男人差。那是打仗的年代，巾帼不让须眉，你能立功，你比什么比啊？最高行业就算是女性的行业，最上面的几乎都是男人。女人擅长的是家里那些事，男人不行啊。你做女人该做的吗？你说没有啊，不够啊，不够用啊。当然了，上面吹什么风，下面草就跟着动。我们教育、医疗、住房怎么解决，前面都讲过。壮士穷途一犯难，美人一笑千金易。你真以为是你的能力赚来的呀？就算你真的干得非常行，女强人，男不男女不女，永远不会幸福。